1984年，庄稼早已收割完，女儿躺在我怀里，睡得那么甜。今天的路去电影，没时间去看。妻子提醒我，修修复一天不好看。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点钱，孩子哭了一整天啊，要吃没吃饼干，蓝色的迪卡上衣都往心里钻，蹲在车辆边上给了自己两拳，这是我父母